架构师其实在整个团队里头很重要，就是资源这个项目管理测试等等的运作。这个课程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针对开发者，就一个开发者来讲，那么我这套课程呢可以让你很快的从的理论架构可以马上应用到这一个代码的开发。我个人呢要这个学习导演李安导演，他在拍这少年派的时候亲自下海去学潜水，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学会了蛇板就是浮雷板，将近60岁的年纪那我学会了蛇板。跟我来吧，我们一起走向 Android 的架构师之路。好，各位 Android 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那我今天想来跟你一起探讨的，也就是来介绍的是 Android 的设计招式之美设计招式之美。那这个里头包含的有 Android 的架构，还有应用框架，还有它背后的这个设计招式。那这里的设计招式指的就是大家蛮熟悉的，就是设计模式设计模式。这就是我刚刚您看到的这一个MV， 就是视频里头的这个照片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设计招式之美。那这个是我在这一个4年前，就是2009年的时候，在2009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那在目前看起来，这些设计模式呢，在 Android 里头呢，都还是继续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帮你做个视频，来讲解这个 Android 的设计招式之美这本书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可以从我的这个免费的 PDF 下载这本书的内容。 OK， 那这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这个序言。那我当时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要让这个外行人能够了解内行人的门道，那么内行人呢也可以更了解这个设计的背后的哲理跟它的美感。所以呢，外行人也可以看看热闹，也可以外行人看哲学，内行人看设计也可以，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也可以也就是说外行人可以看哲学，内行人可以看技术，也可以所以这个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咯。 Anyway， 我这本书呢跟我现在来帮你讲解，是为了陪你呢来看看 Android 的设计门道。 OK，好，这边我提到的是 Android 是一个设计精美的软件平台而且它是一个开源的它是 open source 开源的一个平台，它里头有很多设计的招数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互相的运用以及它的精致的这个架构设计
包括呢，他把这个架构设计落实为这一个应用框架啊，所以 Android 就像一匹马啊，如果你想来这一个用它跟其他的话，那这本书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的是马的骨架，要看马的精神，看马的眼神，看马这个毛长得漂亮不漂亮，好，而不是只想来用它。所以在这本书呢，是要陪你来欣赏这个 Android 之美，就是它的骨架，它的这一个五官，它的这个马蹄到底好不好，它的健康不健康。 OK， 好，因此呢，如果你想来陪它，想来摸它，好，爱它欣赏它的话，那这本书呢跟这一堂课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咯。啊，所以呢，我们啊，外行人可以来看看热闹，但是这本书呢，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内行人来看门道喽。所以呢，所以在当你来在听这堂课的时候，那我暂时把你看成是一个啊，即将成为内行人喽，叫做准内行人，然后我来陪你去看这个 Android 的设计门道，不是只有陪你看看热闹而已，好像陪你到敦煌去看敦煌的壁画，那么我来帮你讲解这个敦煌的壁画。 OK， 所以设计招式呢，就是一种啊，大家在这个专业，这个专家他每天都在思考啊，运用的一种招式，在武侠里头叫招式，在这个服装设计叫做样式。啊，一样的样就是样式。那在这一个软件这一块呢，大家都把它称为叫做模式。啊，所以招式、样式跟模式其实代表的都是一样，甚至有人讲叫做套路也可以，包括思路，一个常用的常见的思路也都算是一种这个模式，一种招式。那英文呢叫做 pattern，那或者是叫做造型也算啊，一种型。 OK， 英文叫 form 啊，英文叫做 form 啊。所以我高老师最近很用心在提倡的这个叫做 EIT 啊，造型也是一种模式的一种啊，就是专家们啊，常常在用，而且呢效果都很好啊，这是一种招式，一种手艺或者经验。一旦你拥有了创意思路跟手艺，你就成为内行人喽。所以内行人跟外行人怎么来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专业的技能、专业的样式、专业的套路。那在这一本我这一本书里头呢，就是以基于这一个四人帮啊，这就是当时呢写这本书啊 Design Pattern 的有四个人，所以呢大家就给他通称为叫做四人帮啊，这是指的是这一本书的这一个开发者啊，作者呢有四个名人，这四个名人呢啊，所以这个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还是把这本书呢称为叫做 Gang of Four， 就是四人帮的这个 Design Pattern 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出版的，所以这里头总共有二十几个这个 Pattern， 总共有23个设计模式，就是这本书总共有23个。好，
那么我在这本书呢讲的比较少，我因为这个是属于这本书的基础，后面呢我等我有时间我再把它增加更多的其他的 pattern。 那在这本书呢，我在2009年的时候总共选了这一个13个招式来帮你做说明帮你做说明那来讲解我用意并不是在讲所有的这段 pattern， 我用意是在说明这个应用框架 Android 背后的这个设计那在这个设计当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13个 pattern， 而且从这个两个从应用招式当中让你了解 Android 的在设计框架的时候的应用，那么也从 Android 的实际应用当中实际的场景当中来让你更能够深刻的体会这些招式的一种含义，一种思维，一种思路，一种手艺。 OK， 好，所以我这边说如果这个 Gang of Four 这本书就是一个成语词典，就是列了23个这个成语，对不对？那么 Android 应用框架就像这个一本小说它里头就是处处呢会重复使用这些经典的成语。那么这本书呢，我写的这本书就是一个教科书说明呢这一个成语跟小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些常用的典故啦、成语啦，怎么适当的应用在小说里头，表达这个小说的情境那也可以看到小说在这些典故在小说里头的布局，跟它应用的巧妙的写法。再从另一方面呢，也倒过来，从这个小说的情境当中，教你呢这个如何画龙点睛这个善用成语，把它并像这个无限制的创意，让这个成语的应用更让这个小说呢气象万千。OK， 所以Gang of Four呢列出了23个设计这个招式，那我在这本书呢举了其中的13个招数，然后从 Android 的角度来说明这些招式的应用OK， 所以从第三章开始，每章介绍一个招式，到第15章为止 OK。所以这个就在说明这本书，那我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用意。所以 Android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软件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对它进行理解跟修改跟解释。那么在修改之前呢，我们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先要了解它的架构才能够把它重组重构。例如说你是做手机的，你是做游戏平台的，那么你想在这个平台上面增加你的东西，或者是修改你的东西举一个例子， Android 正常来讲它是只有一只手机，只有一个屏幕，但是当你想把开发一种新型的手机，这个手机已经现在在市面上索尼啊等等都已经开发出来了，叫做双屏手机双屏手机就是一只手机呢有两个屏这个叫做双屏手机双屏。那在这个双屏手机呢就不是原来 Android 所支援的咯，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对它进行二次开发，进行修改。修改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它做重构嘛，要做重构你就必须要像庖丁解牛一样先要对它的骨架结构要非常的了解，才能游刃有余嘛。那这本书呢就担任帮你解释这一个 Android 幕后的这个重要的结构
以及它这个结构的这个意义，那就从设计模式来解释，那就更清晰的哦。它得让你了解 Android 框架的结构以及幕后，因为这个每一个设计模式背后都有它的设计的思想跟它的门道，所以从这个应用框架，对不对？从框架到这个模式啊，所以框架透过这个模式呢来理解背后的设计门道是最方便的。 OK，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再来修改或建立自己的应用框架的时候，那就游刃有余咯。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尚的观光客，想来欣赏 Android 的设计之美，那么本书就是你的最佳的指导，让你更容易的欣赏到 Android 背后的设计的结构、文道以及它的美感啊，它的美感以及它的设计师的思维。所以这本书刚刚有说明了，我们在第一章是在谈这个介绍设计模式跟 Android 的框架设计 OK， 那第二章呢是在说明很重要的一个叫卡损函数啊，卡损函数啊，那这个卡损函数呢啊，也就是它的这个接口啊，也就是我最近在提倡的 EIT 啊造型的啊的这个I 的部分的 I 的部分，也就是这个 I。 好，那它是两个，就是应用类，这个应用类其实就是我现在 EIT 的 T， 然后这个框架呢就是 E 加上 I， 所以这个结合的点就是啊，这个就是接口里头的函数的接口里的函数，那所以让这个 E 啊跟这个 T 可以透过 I 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就叫做卡损函数啊，卡损函数。那后来我就把它啊推广到这个 EIT 的造型，那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 ，OK， 一样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从第三章开始呢，每一章介绍一个这一个设计模式，好，那就是有说明这一个每一章节都有说明这个设计模式的原则、手艺、美感，对不对？然后之后会说明 Android 这个场景怎么应用啊，这一个设计模式。那第四章是讲 factory method 啊 pattern， 然后第五章呢是讲 observer 的设计模式，第六章讲 actuator factory 设计模式，第七章呢是讲 adapter 设计模式。那每一章都是先谈这个设计模式美何在啊，就是它的设计的思路以及它架构的美感，还有这个介绍这个 Gang of Four 怎么来定义这个设计模式啊，以及它的结构图。那么第三部分就是 Android 的一个情境咯，所以每一个章节几乎都是这三项，先说明设计模式的美感在哪里，它的设计思路在哪里，之后介绍这一个Gang of Four 这本书怎么来定义这个设计模式。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明这个模式它如何在 Android 的框架当中做一个美好的应用，以及它的从 Android 当中提出来的这一个模式的应用范例来帮你做说明。所以第八章
是讲 composite 的设计模式，第九章讲的是 strategy 设计模式，第十章讲的是 state 设计模式，第十一章讲的是 proxy 的设计模式。好，那一样的都是先讲美和在，再讲 run of four 怎么定义它，再讲 Android 的一个应用的巧妙之处以及它的应用范例。第十二章是讲 Bridge 的设计模式。好，那第十三章是讲这一个 Iterator 的设计模式。好，那到的第十四章讲这个 Mediator 啊 Mediator 的这一个设计模式。第十五章是讲 Facade 这一个设计模式。好，那第十六章是讲当时呢我是啊担任这个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叫台湾科技园，新竹科技园的顾问，所以呢我就提供了我很多这个 Android 的一个发展之路，发展之路。好，那就是新竹科学园区呢就是包括有像现在的这个 MTK 联发科做的是 Android 的晶片等等的，那跟这个联发科还有跟这个宏达电等等也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当时是在谈这一个从竹科以及到整个台湾的这一个科技园在 Android 这个软硬整合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那应用到善加运用 Android 之美等等的，所以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也要记得呢，全世界第一支 Android 的手机也是从台湾这一个出现的，也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台湾的也是全世界第一支 Android 手机发展的阶段，那也是在2009年刚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以呢我也就把这一个我在 Android 的这个整个台湾这一个 IT 产业的发展的一些思路，那我当时就把我的建议以及呢这一个想法呢把它写出来给整个业界大家欣赏大家参考大家指教。 OK， 好，那我这一开始我就先说明一下我这一个整个视频教材我的范围，目的就是来教你这本书，把这本书的内容帮你做一个很完美很精彩气象万千的阐述。 OK，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谢谢。